下下人家，I have a 虾滑 ，I have a 丝瓜，嗯，虾滑整丝瓜 ，I have a 虾滑 ，I have a 辣椒，嗯，辣炒虾滑煎。虾仁酱，可乐鸡翅，嗯，虾滑鸡翅，鸡翅虾滑。虾仁酱，可乐鸡翅，啊 ，I have a 虾滑 ，another 虾滑，嗯，虾滑滑，见见老朋友啊，亲亲。I have a 虾滑，在我的酷港，嗯。我虾滑得，虾滑丝瓜，辣炒虾滑，嗯，虾仁酱可乐鸡翅，卡斯克虾仁酱酱酱。天哪，今天一口气分享三道虾仁酱料理是想搞死自己，还好没关系，我直接买冷冻的就在好事多那里。而第一道就是要来做丝瓜虾滑中出现的时候就知道有多简单了。在料理前当然不能免俗的要来进行一下我的仪式，即使穿成这样子啊。丝瓜削皮最怕滑，切地头时怕掉落，因为会变成怕滑落地，好烂的笑话。然后你拿汤匙要干嘛？哦，原来是要把丝瓜的肉挖掉。在挖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跟我的影片一样有尺度的问题，千万别挖太深呢。好的，跳完了，我们的冷冻虾滑也解冻了，直接塞到丝瓜里，记得不要塞太进去，因为它等一下还会胀大。当我看到虾滑里面的虾仁，我就觉得虾仁啊，真的很吓人的，我原地当场吓到，哎，吓到，哎，我真的吓到。今天一条丝瓜用两条虾滑还蛮省的，接下来就来调酱汁，用三大匙的水兑上蚝油跟糖，就是那么简单，然后均匀的搅拌。千万不用担心酱汁少，因为等一下丝瓜还会出水，怎么出呢？就是用吹的，用吹的。这个老人叹，我想上了年纪就会习惯，赶快帮我盖上盖，然后按下开关，你赶快走开。看一下你的老朋友，好不好？华华，虾华华，见见老朋友吧，虾华华，见见老朋友，啊，见见哦。哦哦，见见老朋友，哦哦。在一段超烂的演技之后，我的丝瓜终也蒸好了。啊，这啊！花花，把蒸完丝瓜的酱汁勾个芡就可以，简称死勾乙。然后你看那酱汁黑黑的，有点苦喽。多少给你了？虽然忘了放香油，但是味道还可以，只要把它淋上去，撒上装饰用的葱花，我们的丝瓜蒸虾滑就搞定，赶快来进行下一道料理。
第二道就是没有年糕的韩式辣炒虾滑煎，少了淀粉的年糕感觉比较不肥。首先来切点葱段，大约一根就好，然后来切点韩国鱼板，但是我陷入了选择困难。两个啦，在准备比我小的鸟蛋之后，就会想起这样的节奏。加点油，先别开火，虾滑剪开铺上去，脖子扭一扭，挤得太细会散掉，成分很天然。开火放着给它煎，煎到王世坚，到底什么时候唱？快别拖台前。虾滑煎它都不会做，我煎到两面金黄，只用大火。虾滑煎了它冰口口，它 Q 弹没我粗，快煎成小口。虾滑300 more， 煮到墙滚滚，准备调味。Let's go！ 等水滚了之后来调味，辣椒粉要细的，辣椒酱要辣的，废话，酱油来个两大匙，最后加点糖。白腿 ，K 三条，铁汁。把大老二丢下去之后，再丢入蛋蛋，什么东西是葱段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搅拌，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浓稠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现在的我只喝高球，基本上只收到浓稠，这道菜也就算完成。赶快捞一点起来，皮胖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加入非常搭的。加入 cheese 可以中和辣味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这道韩式辣炒王是不是虾滑煎就这样做好了？赶快再进行最后一道。接下来这一道就是小朋友一定会很爱吃的可乐虾滑鸡翅。Nice chicken wing. Oh, what's this? What's this? Hey, it's my sharingan. My sharingan and the chicken wing. And oh. 先别管霍华德了，赶快来处理我们的鸡翅。首先要把鸡骨相连的地方剪开，然后这样子往下推，像推包，不是，不管在还没想到合适的形容词前，就是这么推它，然后一定要用剪刀帮忙协助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我今天用的是土鸡，但我觉得肉鸡应该更好处理。超级。接下来就是把退冰的虾滑剪一个口，然后插入鸡翅里，这样子它就飞不走了，因为插翅难飞。美国有个蝙蝠侠，那又如何？我这里有个烟翅侠，不是倩女幽魂的那种。赶快把调味料放一放，然后加入最重要的可乐。只要腌过鸡翅就行，不见得要用到一整瓶。简单套个膜就可以准备进冰箱，给它放个30分钟以上。
腌完的鸡翅就像青春期的孩子，容易变色，稍微把它们沥干就可以放烤盘。我们烤箱预热180度，准备烤个25分钟。你也可以用气炸。烤完第一轮可以刷点蜂蜜水，这样子鸡翅的表面会比较有油亮感。第二轮也是180度，但时间你可以自己调整，因为时间过长可能会比较焦，但太短时间又变得太快速难焦。你看这鸡翅里面充满了虾滑，我们终于可以赶快来试吃。今天就是直接用好吃多买的虾滑，虾滑滑来见见老朋友吧。丝瓜蒸虾滑，虾滑粥，很酷耶，很像是板豆。对，把虾滑塞到那个丝瓜里面。那可以先吃吗？然后我先介绍一下，丝瓜蒸虾滑，韩式辣炒虾滑煎，可乐虾滑鸡翅。哇！介绍完你可以吃了。是不是很好吃？清楚的吃到它的那个虾肉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些虾肉在这个那个虾滑里面。那你买这个就很现成，很方便。一般来讲不是都是煮汤吗？那我今天就是用蒸的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辣炒年糕，但是没有年糕，用虾滑来代替年糕。这是虾滑？我刚以为这是糯米肠。哎、欸，它是有 Q 度的。好好吃哦。最后还加了一点 cheese。哦，好吃。而且它的成分，然后我看它的成分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有虾仁，然后水跟盐。但是它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特点，如果你想要挤很细的话，它就会散开，所以我就会整条挤下去煎。它比较没有什么粘着剂。最好吃的配酒，我喝可乐。那是我买的。你现在只能买这种真的可乐。虾滑可乐鸡翅，我最爱吃。觉得会不会升天呢？我之前有做过可乐鸡翅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把虾滑灌进去。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步骤，就是你要先把它的骨头去掉，尤其是二节翅的这个部分。哦，下面有骨头？对，下面有骨头。哦，下面有软骨。所以我今天是用的土鸡翅啦，土鸡翅它的那个肉质可能会也比较有嚼劲一点，就很适合做年菜的。而且说其实都很简单，因为你省去做虾滑。你是 chicken wing？Chicken ass! Oh, some chicken ass! Not good, no! Huh? Oh! Nice chicken wing! 所以你这样三道菜这五条都用完？我不止用了五条，像这个可能用两条，这个用两条，两到三条。那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一共买两包。虾滑整丝瓜。I have a 虾滑 I have a 辣椒 辣椒炒年糕 Can! Oh shit! It's a 虾仁酱 It's a good 虾仁酱 It's a good 虾仁酱 eh?